没问题，没问题。联通四 G 网没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去了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好。等一下喽，大家好，大家早。对啊，现在已经开始录节目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就会进广电的大楼。我们的有还有第一台的朋友们，等一下我们一个节，等一下我们一个节，一个一个进去吧。对，给我们镜头拍下来，让我们快点说。开始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都已经开始播了。不要再说了，好吧？我们像你们怎么起这么早呀？是在那个芒果台录节目，然后大家开直播，我们要做任务，要进入。美美美美，大。骚男。对，然后我这边现在后面全是男主播，你们看。好，我们在这里，稍等一下，集体，我们往这后面退，后面退三步，从这后面退，再慢慢进去，听我们的口子，对，往后面退，往后面退，往后面退，再往后面退，因为会拍到你们，往后面退，往后面退，再往后面退 ，OK。早上好，早上好。Hello， 往后面看。这么早就这么多人了。对，对对，大，你们是在说，都是准时在说风队的名鼻子吗？大。公司都懂事。懂事。再往后面退一些。来，我们来着。Hello， 大家好。Hello。来，太早了，就太早了，都是非常早。通知吗？我通知了，通知了，都很早，刚开播。难。是不是应该开播？到多少了呀？对，我一开始以为我跟马老师一队，然后我发现第一个环节还没有开始分队，然后本来还想希望马老师 carry 我一波，现在看样子我只能靠你们了。是吗？对啊，马老师，来给你看一下阿伦，阿伦打个招呼，看一下阿伦。陈老师，你直播间现在已经这么多人了。干了吗？没有，他们都还没有起床呢。估计是还没有睡吧。应该都是没有睡，这个点都是。这个是阿冷。哎，我以为我跟马老师一对，我希望。怎么这样子的呀？来，小周，米莎呀，哎，真早，太远了。卡住了。第一次在直播中同台是吧？对，我们今天是要开直播做任务。对，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任务现在需要大家帮我什么忙，但是。既然让我们看直播，我觉得应该都跟大家有一点关系。都是镜像的，拍过户外吧？OK， 大家我们现在那我先进了啊。对对，进可以。OK， 好，我们进场了。好，下面我们就要进到广电的湖南广电录像大厦里面。之前我有看过《我是歌手》，也是在这边的这个录像间里面。我猜洗手间里面应该不藏。现在这边有一个标志，我来翻转一下。英雄联盟玩很，看一下这后面会不会藏东西？好像没有。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提示，然后就让我们过来寻找。我觉得应该会藏在什么东西的下面。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摩天轮。是好像不在这里。好，我又看到一个英雄联盟玩很溜的标志，看一下会不会在这里。英雄联盟六。那也没有哎。
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第一个出去，因为第一个出去的人就会是队长，然后我又比较怂一点，所以其实我是没有想要当这个队长的。我也看到了一个敌台的人。你给我过来。敌台人，大家想知道敌台人是谁吗？瓦岛他们想设下，所以以后干是大家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瓦岛那边有提示吗？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的东西？我已经扯了十分钟的蛋了，你还没有提示？好，我给你一个提示。看样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的寻找。昨天他们说的，来大家看一下，阿冷。这个非常厉害的主播，然后我唯一得到的提示是会要找一个比较亮的地方，就暗的地方不要去，暗的地方肯定没有比较亮的地方啊。更多的敌台人员已经到达，为什么？对，现在突然所有的主播都拥在这边，你们不要扎堆好不好？我的天哪，你们是一起行动吗？对啊，只有两条路啊，只有两条路，所以我来看一下会不会藏在这个什么箱子里。哎，的，这次我们熊猫的人一定要联合。哎，你们眼尖，帮我看一下啊，有没有什么东西藏在这些地方？您说这种位置里面。我也不知道，对，因为你看这边有电梯，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个辣条的垃圾袋。嘉宾休息。哎，那边好像已经有人找到了。但是，现在这条阴森的小道上，这些地方有很多的箱子是吗？看，但这些箱子好像也是可以打开吗？试一下。不行，看。那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应该不会藏在这种奇怪的角落里。赵丽颖，哎，我走这个地方这么亮，我觉得这里肯定藏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刚刚来过了，好像没有找到。我准备在这边再搜寻一下，这边有几个柜子，红色的柜子，但是好像都打不开。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柜子，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找到一个盒子，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这里有一个什么地方，应该不会藏在这么邪恶的地方吧。可是他们刚刚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他们什么没有看到，那是不是这个方向有点问题？再从这条路上走一走，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他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哎，来给一个特写，我有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找到了，应该就是这个吧。我是不是第一个找到的呀？开心。如果我是第一个的话，我出去我不就变成队长了吗？可是我又不想做这个队长，我是不是应该暗中观察一下？后面好像有没有找到，我会藏起来。上面好像有线索，
在两分钟内不间断推销，撸啊撸手笨，不是我的，那怎么办？听说这个不是我的，那也就是我没有找到属于我的，那我还要把它放回去，我白高兴了一场，真的生气。好像放不回去了。方队，你是不是已经转了一圈了？我已经转了一圈。我也已经转了一圈了。他们上楼了，你们会不会在楼上？还有楼上。对对，我一开始以为不能上楼，然后他们一个电梯就上去了。啊？这个楼上没有吧？楼上那边有一个电梯可以上楼。然后我找到你的海里了。因为不能动了，别人的，所以我自己先来找。好的。我就找不到。我刚刚找到的那个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所以我得现在得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牌子。哎呀，白高兴了一场，好失落呀！我跟你们说，就是这种得到之后又失去的心情，还不如从来没有得到过，真的超难过的，好气。找马老师，马老师上楼去了吧？哎，我们可以上楼吗？我们可以上吗？从哪边上去？从电楼梯那边。我觉得那我的可能就不在这一层了吧。现在打算上楼去看看。这边我刚已经来过了，现在是第二次来，但是依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从哪边上来呀？肯定是藏在这些箱子里的，但是这些箱子里如果有话，那咋就？在等电梯。信号不行，有些卡，因为广电这个电梯应该。行，都没告诉我，不要告诉他。一楼是有东西是吧？找啊，我什么都没找到。你们二楼什么也没找到吗？什么都没有。都在吗？我都看到了，你还装啊？你看他好像他刚才还说什么都没有，就明明都已经拿到了。我们有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牌子了。OK， 那就是这边。左右都可以。出发。山里。都在二楼。现在我们已经是二楼。刚刚没有人找到。说明所有的东西都是藏在角落里面。那
我们也是要去网络里面找。这边就是一个淋浴池，我想应该不会藏在这里，因为应该不会让我们进去。这边看样子是没有，我们去那边找一下。我觉得应该会出现在有英雄联盟标识。不会在男厕所吧？有英雄联盟标识的地方，前面看见一个英雄联盟的标识。这边有特别多的英雄联盟标识，这边会不会有特别多的工具？我们有只鸡在这里，找到了吗？但是我一个没找到。我没找到。润飞没找着。我没找到。你找到了吗？哎，这上面写着，这个上面写着红 buff 区。这个红 buff 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不是说明这边会有一些东西？我跟你们说，有一个他就夹在这个灯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来来回回走了超多遍也没有找到。但是这个后面没有贴东西，没有，他们说没有贴东西的就是假的，好生气，把它放回去。一个跟我说是假，这里有一只鸡，这只鸡是什么意思？放只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这只鸡身上还会有一个吗？看起来好像不像的样子。有人说是吃鸡的意思，你们在英雄联盟区宣传吃鸡。我跟你们说，这样不可取。马老师，我已经跟马老师走散了。然后这边好像不属于我们的活动区域。我找到一个这里，结果后面什么也没贴，假的。是吗？还有假的呀？对。哇，超过分。找有几个人已经完成了。啊，真的吗 ？PDD 完成了。我知道，反正王老爷已经找到了。对，王老找到了。哇，那基本上。好紧张，该不会就剩我们了吧？现在他们人都不见了。应该孙悟空去找你那个去了。对。对呀、啊，我们刚好也绕过去了。好像这层也没有，我们只能在。下去找。再看一下，确定没有，那我们还是下楼吧。哎呀，好绝望啊！上面也没有找到，下面找到的还不是我的，真的难过。现在又进到了电梯里，可能会短暂的没有信号。哎呀，怎么办呀？还没有找到。快乐大本营哪儿？快乐大本营在哪里？快乐大本营。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啊、哦，心好累。反正他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反正第一个出去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现在就是努力找到我属于我自己的牌子。
方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哎，我看到有一个人找到了一个，但是呢，有可能是我的。马老师，找到了吗？这不是，这不是，这没用，这没用。又是假的。这就是假的呗。假的，假的。就是上面没有贴字儿的，都是假的。对对对啊，好不容易找了，还找着假的。啊，我刚刚也是这样，超难过。赶紧走吧，赶紧走。是我的吧？扯淡扯淡！找到了马老师，哎呀，你的呀，终于找到属于我的了。噔噔，找到一个。你们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吗？我来给你们读一下，阿冷的任务是，请找到另一名玩家。引导他亲吻自己的脸颊，这个任务嘛，我觉得很皮。让我想想，找到另外一个玩家亲吻我的脸颊。这次一起来的召唤师里面呢，只有我和二珂是女生，那么。我只能去找二珂了，下面我要去寻找一下二珂。对啊，这任务也太皮了吧！有人说找马老师，我跟你们说，你们这样不可以，这样的话，万一马老师一世英名回我一手怎么办？我们是找到牌子就算呢，还是要做完任务才算？还要做完任务才算。我的天，好绝望。二科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找到出去了。我先去外头看看，如果他不在外面的话，说明他还在这栋楼里面。那么我就只能。对，我要做完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做完任务才能出去？可是我看见娃娃已经出去了。我们要做完任务才能出去。他们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内容。他们说。他们说，这些地方的，比如说何老师，这些也算玩家，也算在玩家里面。但是呢，何老师那么高，我怎么找他亲啊？这是个问题。马老师找到了吗？没有，怎么找到了？哎，马老师，你看到二珂了吗？没有。二科是第一个找的，然后一大早就出去了。我看这边有没有。现在卡的太好了吧？刚才在里面比较卡，我要画一个，他猜出来是哪个英雄，我就能赢，好吧？哎，我找到一个，这边有一个矮的，李瑞老师，他应该也算在。他应该也算在玩家里面，然后呢，我只需要跳起来亲一下就可以。但是呢，我要对着镜头做一个 Kiyomi， 要我们的摄像师老师说满意了才可以。那怎么办？我先跳一个，好像跳不起来。嘿，我跳不到那么高，怎么办？跳不到这么高，那我就只能
亲一下。好，那就算亲到了。然后接下来我要对着镜头做一个 Kiyomi。我就先把我的牌子放一放。有人帮我拿了。哎，你也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噔噔噔噔噔噔！现在我没有手可以做 Kiyomi， 怎么办？盛阳老师帮我拿一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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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请问你还满意吗？好，谢谢摄像老师，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太好了，我终于完成任务了，我现在可以出去。好认真。好，然后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所以呢，第一轮我们的直播环节其实也就进行到这里了。然后这个节目的播出应该是在9月9号，所以大家9月9号的时候可以去，听从流，应该是在掌盟上面，应该可以看到今天的完整的节目录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环节到这边就算结束了。对，因为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录播的节目，就我们今天是来录像，然后录完这些游戏啊任务之后，然后9月9号。会播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环节到这里就结束，谢谢大家陪我做完这些任务，拜拜。你以为你是喝了吗？队长是我。哎，好像外面的人还不是很多。阿龙也完成了吗？哎，妹子，妹子，第一个，妹子，妹子，妹子，阿伦，阿伦你好，阿伦你好，你们几个都已经做完任务了 ？Yeah。哎，我问一下，我能问一下你们都是有些什么奇怪的任务要求吗？我就是很简单，发挥我的特长，跳一段舞。我的任务是就是要跟一个女孩子就是 case， 不是就是抱一抱。对。刚刚我问 PG， 就是刚刚没有找到伙伴，我一直在等一个女生。所以你的任务做完了吗？我就要把一个女生抱起来，这就是我的任务。所以你还没有做完任务。对，所以你现在要把一个女生抱起来。对，我一直在等一个女生。天哪，我早就做完了，早就做完了。哦，吓我一跳。湖南卫视的专业生啊。现在外面只有我，还有 PDD 朴老师，还有我的。我的任务就是 cos 忍者神龟。啊，是吗？哎，那你这个很简单哎。是吧？哎，小伙子，听说你很超霸呀！啊，你是圣，我想你是骚男。因为我们都麻打你，行不行？你是不是？可以了。这说明其他几个都还没有到。任务好像道具结束了。然后现在这边已经有一个道具箱。任务结束了。好像我们一会儿可以在这边选道具。关直播了。兄弟，混不了时长了。那兄弟们，那我就要关直播了。我们任务结束了。你们说我一会儿选哪个好呢？在9月9号播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就去别的楼去发育。完成任务，你们说一会儿选哪个好？我们等一会儿要去别的楼去发育。26号不见得。再好再好，但是27号完善。刘某一定安全到家，好吧，各位。
还要做其他任务似的。然后今天开这个户外优雅，告诉你们，其实我们要继续录节目了。但是他们说，各位长沙的朋友，今天晚上他们说这个里面的东西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就是它不是按照上面写的那个样子，不是说你选优雅，好了，我已经那啥了，优雅的东西。十月九号的节目，好吧。哇，是真的尬，拜拜，兄弟们。站好，所以我一会儿打算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点到哪个算哪个好了。嗯，好了，我们这边现在要关直播啦，关直播啦。红唇，万选红唇之后又出现一个什么什么需要去亲一下谁谁谁的这种任务怎么办？哎哎，啊，好，要关播了，那下喽，拜拜。关了，我在门口站一下都觉得好凉快。关了，我已经关了。大家去吃饭吧，对，太早了，辛苦你们了，今天这么早起床。弟弟，看一眼就骗我。哎，你们结束了吗？搞定了。哎，谁是最后的那一个？先关直播了啊！谁是最后的那一个？好的，各位。